少听点网上那些不切实际的鸡汤，有的时候挺害人的。多看一看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间烟火，很自信地告诉你，99%的人过日子啊，都是平平常常的。有的时候呢，他觉得有意思，有的时候他觉得没意思。所以不要一天到晚的找意义，找意义，找什么意义呀？生活有的时候就像是一杯白开水，我们每天都在喝。不要去羡慕别人喝的饮料有各种的颜色，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。也不要走进了生活的两大误区，一个是生活给别人看，一个是看别人怎么生活。没必要啊，向别人证明什么，我们都很平凡，没那么多观众。不要把自己过得那么累，更不要去钻什么牛角尖儿。今天的大事儿到了明天就是小事儿，今年的大事儿到了明年就是故事，今生的大事儿到了来世，不过就是个传说。